那么1851年3月5号啊，苏松泰到啊，那么他也讲，他说在禁绝鸦片的问题上啊，中国办内地之民，外国亦无可借口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禁绝鸦片问题上，中国自己禁止自己的人民啊，那么这外国人呢就不会有什么借口啊，那么就不会引起这种战争。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清统治集团禁烟政策啊，这个隐性错位的一种回归啊，隐性错误的回归。那么我们在上次课曾经讲到了啊，在36年的9月呀，兵科给事中许求曾经提出过制夷之法，降内而略外，先制己而后制人啊，提出了这么一种啊制内啊不制外的一种禁烟方法。那么1838年6月啊，黄觉资也曾经再次提出来要以众志吸食者为特征的这种禁内不禁外的禁烟方针啊。那么38年黄觉资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那么1840年的2月啊，那么大学士穆彰阿那么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当中也强调啊，他说呢，未有内治不严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那么他们三个人都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呢？都在强调治内而不必去治外。那么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啊，往往有这种情况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某一种社会政策遭到了巨大的挫折或者失败之后啊，人们呢往往会忽视啊对于这种政策失败原因的一种冷静的分析。那么他们很容易自觉不自觉的啊，又回忆起原来的啊与这个政策相歧义的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社会政策，而且很容易啊盲目的产生对于过去那种政策的一种认同感。那么这种例子应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呢是屡见不鲜的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么我们没有材料证明齐英等人是吧确确实实受到了许求和黄觉资这观点的影响，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啊，那么他受到许求和黄觉资影响的可能性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样讲？那么1838年徐乃资啊，徐乃济啊，不是这个黄觉资啊，提出了有关禁烟的奏议之后，那么后来呢又经过了鸦片战争，那么再到齐英等人与英军议和啊，那么这个时间呢短短呢不到5年的时间，也就是4、5年的时间。那么在1838年的时候啊，牛建已经是清政府的江苏布政使。那么齐英已经做了盛京将军啊，也就是说牛建也好齐英也好已经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了。那么他们对于黄觉资奏议的这个内容应该说是很熟悉的。那么经过了鸦片战争这种失败之后啊，包括牛建齐英在内的啊这些统治者啊，那么对于原来所提出来的没有被清政府所接纳的这个禁烟奏议啊产生这种认同感啊，应该说呢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黄觉资等人提出来的这种治内不治外的禁烟方针啊，和这个牛建啊齐英等人提出来的禁内不禁外的方针政策啊，虽然都是封建官僚政治上腐败无能啊治国无方的一种表现，那么但是黄觉资等人啊他的这种立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啊，那就在于呢要彻底的禁绝鸦片，那么反映了一种爱国的情节。那么它的基本立足点是立足于国家独立自主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治国理政的方针。
啊，就是它具有这个自主性。那么或者说啊，黄居兹等人提出来的这种禁烟方针啊，是清朝统治阶级啊围绕着怎么样禁绝鸦片问题进行的一种方法的探讨。那么因此呢，黄居兹等人提出来这个禁内不禁外的方针啊，不具备多少这种妥协的色彩。那么齐英等人那么则是在中国已经战败的情况之下，没有认真的吸收黄居兹啊这种彻底的禁烟精神，那么只是呢非常简单的因吸了黄居兹这个奏疏当中的一些不成熟啊不完善的一些禁烟方法，那么力图呢以这种禁内不禁外的这种方法啊，主要是什么呢，为了竭力的避免啊再次去招惹啊他们认为这些不知礼义无可理喻的这个英国的蛮夷。那么因此齐英等人提出来的这种禁内不禁外的方针啊，已经不再是独立自主基础之上的啊这种治国的方略，因此呢已经带有了啊非常严重的半殖民地妥协的色彩。那么这是我们讲啊这个清政府这个第三次啊禁烟错位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那么清政府这个禁烟方针这个错位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这个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啊，那么这个上述的治内不治外的思想被清朝统治阶级啊进一步的扭曲发展了。那么不但牛剑啊齐英等人是这样啊，清朝的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啊也都曾经颁布上谕啊，再次肯定这种禁内不禁外的禁烟方针，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另行禁止内地没有吸食鸦片的人，那么就会使得呢贩卖者不屈自退，该夷商不能获利，势必不能久住中国。那么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集团这个禁烟政策的三次错位啊，那么特别是第三次严重的错位，那么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啊还有经济方面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首先是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那么正如前面我们所讲的那样，由于清政府不敢公开的啊去声明要彻底的禁绝鸦片啊，不敢公开的提出这种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就是利用他们取得的各种侵略特权啊，猖狂地向中国呢走私鸦片。那么有记载说，在上海，鸦片在海关官员的面前公开通过；在厦门，鸦片趸船泊在与海关附近的地方，并不畏惧中国官吏的干涉。啊，那么鸦片呢，在各个地方啊都大量的涌入中国，在宁波、福州及汕头鸦片贸易也是同样的公开啊，那么是这样大量的鸦片呢那么输入到中国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又利用清政府的这种畏难苟安的情绪啊，以及在这个鸦片政策上在这禁烟政策上啊这种模棱两可的这么一种态度啊，那么不断的向清政府施加啊政治上的啊外交上的军事上的压力，那么来迫使清王朝呢同意啊这个鸦片贸易合法化。那么这是外国方面呢对清政府呢施加了很多压力。那么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官员啊，那么主要考虑到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困难啊，那么这个困难呢就是太平天国这个时候爆发了起义啊，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那么清政府的财政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困难。那么同时呢，清政府实行这种禁烟法令啊也没有能够取得效果。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清政府内部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啊就要求清政府啊对于这个鸦片吸食者要放松这种惩罚，要求清政府呢对鸦片进口实行征税啊，来解决呢清政府这个军事上的啊这种财政上的这种困难。
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啊，这个两江总督叫做何桂清啊，那么他就不断的向清政府上奏折，要求清政府呢对这个鸦片呢啊来征税啊，也就是说呢要持禁。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也就是说在1858年的11月，那么英国人就利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啊，利用这么一个条约，那么最终呢迫使清王朝啊同意这个鸦片呢以这个洋药的名义啊，作为洋药一种药材来进口，每百斤向清政府呢纳税银30两。那么这样呢，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啊，在这个中英通商章程当中啊，那么就规定了鸦片呢可以呢合法的进入中国内地。那么当时清政府把这种允许鸦片以洋药进口啊，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呢叫做欲禁于征啊，就是禁止鸦片啊，欲于呢征税这个方面啊。那么实际上呢是放弃了禁止鸦片输入的政策。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由于清政府对这个鸦片呢采取了这个欲禁于征的这个方法啊，也就是说承认了鸦片的这种大量的这个合法输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鸦片呢就像洪水一样啊涌入了中国。那么根据这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啊，根据这个资料的统计，在19世纪40年代啊，每年从印度输入到中国的鸦片大概是3万多箱啊，就是40年代初期，那么大概是3万多箱。那么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每年进口的鸦片就增加到了56000箱啊，增加了很多。那么1854年到1855年啊，在这一年里边进口的鸦片又增加到了69000箱啊，69000箱。那么到了1859年到1860年啊，那么这一年呢进口的鸦片更是高达了84000多箱。那么关于这个鸦片大量进口，那么各种资料啊统计的数字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各种资料尽管统计的数字不大一样，但是它反映出了这个鸦片啊迅速这种输入的这种趋势啊，那么这种趋势它是一致的啊，都是鸦片大量的输入到中国来啊。那么这是这个清政府啊这个禁烟这个严重错位给中国社会啊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啊，就是大量的鸦片呢啊输入到中国。那么清政府禁烟啊这个错位的这个第二个重要影响啊，就是它呢导致了清政府全面禁烟令的啊这个严重滞后啊，就是说清政府啊真正颁布啊这种严肃的禁烟令，那么是在以后的事情了啊，很久以后啊，就是在1907年以后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由于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了啊允许它合法输入，采取了一种欲禁于征的啊这么一种方针啊，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鸦片在中国呢大量的泛滥。那么面对着大量的泛滥啊，大量的鸦片泛滥呢，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僚士大夫啊，那么就要求清政府呢继续的禁绝鸦片啊，那么在全国的各个大城市啊都建立起了一些禁绝鸦片的一些政治团体。那么这样呢到了1905年啊，这个鸦片泛滥问题啊再次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的重视啊，1905年啊，那么这是离清王朝啊这个灭亡呢就不是太远了啊。那么在05年的时候，户部呢曾经有一个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当中呢就提出来说，由于鸦片的泛滥啊，就国内而言是年增数千百万无形之堕废，那么对外而言呢则是年朔数千百万利罄之止高啊。那就说呢，大量的这个鸦片输入使得中国呢每年有啊数以千万计的啊
这种人变成了残废啊，堕废。每年啊，有数千万两的白银，那么流入外国，啊，使得呢国计民生两受其害。那么因此，这清政府的官员呢也提出来呢要严禁鸦片。那么正是迫于这种国内外的舆论的压力，啊，那么同时这个时候英国的对华的这种鸦片政策啊也发生了松动啊，那么英国政府呢也同意清政府呢来严禁鸦片。那么这样呢，到了1906年的9月，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上谕，啊，那么这个上谕就是说，现在这个朝廷啊，要进行这个立宪，要锐意图强，啊，那么这个上谕的规定，以十年为限，啊，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啊，所谓洋土药，就是指的外国进口的鸦片、洋药。啊，土药是指的中国自己的种植的这种鸦片，啊，将这个洋土药之害 啊一律要革除净尽。那么至于怎么样去禁绝鸦片，啊，怎么样禁绝吸食的，怎么样禁绝种植鸦片的，啊，他是说呢，着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啊，要政务处，啊，来讨论一个办法，讨论一个章程。那么到了同年的11月，政务处那么就提出了一个禁烟章程十条，那么经过清政府同意之后，啊，那么这个禁烟章程十条啊，那么就颁布了。那个这个禁烟章程十条当中的规定啊，从1908年到1917年啊，以十年为期，要求人们呢在十年之内禁绝鸦片。那么这个禁烟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以下这么三点。那么第一点就是限制罂粟的种植，啊，就是罂粟花，从罂粟花里呢来提取这个鸦片，啊，来制作鸦片，啊，限制啊罂粟的种植。那么同时呢要限制鸦片的进口，以此呢来杜绝鸦片的来源。那么对于这个长期啊中国内地长期以种植鸦片啊种植罂粟为生的这个农民，要发一个牌照。那么发这个牌照呢，并不是让他马上就是停止这个种植鸦片啊，因为考虑到他们一个生计问题啊，而是要求他们呢分九年，每年呢减少九分之一的这个鸦片种植啊，九年以后全部啊禁止种植这种罂粟啊。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原来的吸食者必须要戒除这个烟瘾。那么同时规定鸦片烟馆在六个月之内必须呢全部关闭。那么同时他还提出来要防止一些新的吸食者出现。那么这是他提出来的这个禁烟章程第二点啊，就是戒除啊这个吸食者吸食鸦片。那么第三点，第三个内容啊，它是严格的禁止清政府的官员来吸食鸦片。那么这个章程当中规定，文武官员凡是有吸食鸦片的人，一律限六个月内禁绝啊，而不是十年啊，说六个月之内文武官员必须要禁绝鸦片，否则的话啊，谁再吸食鸦片那么就进行革职。那么就说在1906年啊11月啊，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严禁鸦片的一个章程。那么1908年清政府任命恭亲王溥伟啊，恭亲王溥伟就是恭亲王奕欣的儿子啊，这个时候恭亲王已经死了。1908年清政府任命恭亲王溥伟以及陆传林为禁烟大臣啊，禁烟大臣啊，在全国呢设立这个禁烟所，负责着全国这个禁烟的一种检查。那么也是说，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啊，清政府这个禁烟才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清政府啊，这个禁烟呢，这个严重错位的第二个严重影响啊，就是清政府啊这种严格的这种禁烟令啊，那么到很晚那么才开始颁行。那么清政府这个禁烟方针的三次错位啊，它的严重影响的第三点
啊，就是鸦片大量的输入中国，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社会，包括社会经济的一种正常的发展。那么这个鸦片烟毒，首先是从东南沿海一带逐渐的蔓延到了中国广大内地，从城镇蔓延到了乡村。那么这样做不仅严重的腐蚀了清政府的这种禁内措施的实行，而且呢，它非常野蛮的，严重的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那么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鸦片的大量泛滥，给中国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危害之深之重，难以用语言来表述。我们可以用孙中山的一段话来看一看这个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这种严重的危害。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3月他就讲，他说这个鸦片流毒中国垂几百年，鸦片在中国流行已经有100年了，无论是贫穷的、富有的、尊贵的还是一种卑贱的都受到了它的危害。说这鸦片的流毒是遍于全国，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与，这种祸害并不是这个敌国的外患可以同日而语的。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清政府这个严重的这个错位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的影响。那么关于这清政府禁烟错位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